见长江美，梦里唱谁又唱江水，虽不曾听见黄河壮。发展方向重大问题，中国外交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时代进步的一边，展现鲜明的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。我国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、创新应用力、造诣感召力的中美关系也实现了和谐的转变，开始齐鲁向好。一方面，我们积极做结合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工作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逐步走向正轨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坚决捍卫国家利益。小伙伴们，同学们，你们好！2024年恰逢中美两国建交70周年，时代将继续推动中美各领域的交流合作，举办系列庆祝活动，进一步促进中美关系改善发展。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5月，祝大家工作生活生龙活虎，龙年大吉！谢谢。感谢冯大使致辞。过去一年，在冯大使领导下，使馆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始终把外交为民扛在肩上，尽心尽力为大家做实事、解难题。新的一年，使馆将继续把外交为民做到实处，做大家的坚强后盾和温暖港湾。下面让我们欣赏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的精彩节目，请大家掌声欢迎。跳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，古老的东不曾看见。
长江美。